阴阳五行贯穿《黄帝内经》全书，是解开《黄帝内经》乃至整个中医学之谜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。离开了阴阳五行，便没有《黄帝内经》，从而也不会有中医学。《黄帝内经》首先指明的是人与大自然的五行关系，也就是将人与外界环境、四时五气以及饮食五味等运用五行属性归类的方法加以阐明，包括五方、五时、五气、五化、五色、五味等。其次是五行与人的关系，就是把五行与五脏、五体、五窍、五华、五声、五志、五神等相配。最后是五行与疾病以及临床诊治，这是以五行生克成儒理论为指导的病理学说。根据五行相克，可得知肾之曰心，心之曰肺，肺之曰肝，肝之曰脾，脾之曰肾。一旦制约太过，或者说相克太过，就会出现相成现象，出现病变。比如肝克脾，如果太过，则出现脾虚和肝气太旺。相辱是相克的反方向所导致的病变，比如金克木，即肺制约肝。正常的生理状态下，肺有制约肝气肝火上升的作用，如果肺气不足或肝气肝火太旺，则出现肝火反克肺气的病理变化。一人五十来岁，脸色苍白，性子急，跟人家说话只要一句不合便叫好咆哮不止，接着就气喘，有时厉害点还会呕吐。有一天他被家人又喊又叫了半天，忽然左乳下方的一个小局部出现疼痛，以后又因为过于恼怒，觉得腹中有一股晦气上冲，冲上便咳，咳多了便吐，或者干咳无痰，严重的时候甚至吐血，有时还出现忽冷忽热，类似疟疾的症状。有的医生当作疟疾治，有的医生从痰治，有的医生从气治，都没有疗效。最后请来名医汪石山。汪医生诊断，此土虚木旺也，也就是说病人脾虚肝旺，病人性急多怒，肝火时常引发，所以导致左乳下方疼痛，这是肝气郁结在此。晦气上冲是肝火侵犯脾，逆而向上。呕血是肝被火侵扰，不能藏其血。咳嗽是肺失去脾所提供的营养，又受到火克而造成的。呕吐是脾虚不能正常运化，食物郁为痰。之所以出现一寒一热，类似疟疾的症状，是因为体内的水火正在交战。妥当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泻肝木之实，补脾土之虚，清肺金之燥。汪医生所言不畅，因此药到病除。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宏图教授在他的著作《黄帝内经临证切要》中
记录了这么一则病例。1987年3月5日，病人汪某来到门诊部，他心情抑郁，沉默寡言，目光呆滞。病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一种抑郁状态，就是西医所说的躁郁症的抑郁状态，就是没兴趣，这个吃没兴趣，穿没兴趣，工作更没兴趣，甚至于说活着都没意思，沉默寡言，就不说话。但是这个人还算比较好的，他能主动的找我说话来。但是这类病人有的就医生问就不说话了，这个病人还是自述自己叙述的病情，不是算很重的。当然他又不爱说话，沉闷，这种情况呢，按中医说都属于肝郁的状态。而且看看他舌苔和脉象，舌质红，脉象比较中医叫弦硕，硕就是快吧，跳得比较快，是有热的现象。所以当时辨证呢，认为是肝胆郁热，肝胆的热郁在里头了，所以就闷闷不乐，就沉默寡言。中医理论当中还有一条叫肝为语，肝的表现在说话上常常的，这沉默不语是肝郁，滔滔不绝可也是肝郁。所谓语以疏之，他想靠说话把自己的肝气疏泄疏泄。那么这个病人是沉默不语的一种状态。我当初呢就给他用一个疏泄肝胆郁热的方法，其实中医界都知道的，就是用的柴芩温胆汤这个方法来清泻疏泄肝胆郁热。这样的话呢好像还不够完善，因为我有这个经验，单纯用疏泄肝胆的方法有些效果，效果可能来得会更慢一些。于是呢又给加上另外两个药，就是利肺气的药。肺呀，在内经的中医理论里边，按五行说是属于金，肝胆在五行里边是说属于木，这金克木，这个大家都熟悉嘛，用斧子可以砍木头嘛。王教授运用《黄帝内经》“木得金而伐，又金平木”的五行学说，就是指金可克木，肺属金，肝属木，养肺可以克制肝木，抑制肝胆郁热。这方面疏泄肝胆，这方面加点金药，砍掉两斧子，这样的话呢，他那肝胆郁热就去掉了。所以这个病人后来恢复的很好的。一人24岁，右肋疼，胸中似有郁结的硬块，感觉堵塞，另外肝气郁结而吐血。7月25日，吴菊通医生开出药，到8月4日，病人再次吐血，并且不能进食。吴医生采用和甘络、养胃阴两种方法都有了疗效，但仍然咳嗽，胸中隐隐作痛，气喘虚弱。吴医生继续采取补土生津之法，这就是补脾胃以养肺。脾胃属五行之土，肺属五行之金，补土生津，肺得到调理后，病人的咳嗽气喘等症状自然消失，病人痊愈。一位妇女从上身开始到脸部、头部都发痒，同时又刺痛起块，众医生都说是风症。姜汝杰医生仔细诊脉后发现，病人左手脉细，右手脉微实。姜医生想起《黄帝内经》的话，脉微就是虚，脉弱
也是虚，脉细是气血两虚。心主血，肝藏血，这是血虚无疑。肾藏精属水，这个部位的脉微是水不足，是肝和肾的火炎而引起的疾病。黄帝内经说，诸阳为热，乃热在肺，这是由于火克金的缘故。肺皮毛，肺有病症在皮毛上会有所反应，所以才会皮肤发痒起块。皮肤的疾病属肺主管，治疗上应该是补水以治火，养筋以伐木，就是说补肾水来克制肾火，滋养肺以克制肝，以达到阴阳五行平衡，使妇人的疾病痊愈。一个人30多岁，形体壮实，皮肤黑，一向怕热，但酷好喝酒。一天突然发病，出汗如雨，四肢无力，并且怕冷，小便少而短，发红，大便要不就是泻，要不就是干燥密结，饮食减少，医生当作风症治，无效。到了夏天，请汪石山医生来看，汪医生说这是痿症。朱丹溪说过，痿症断不可当作风症治。黄帝内经说，痿有五，皆起于肺热，就是说痿症是因为肺热引起的，这样便知道如何治疗了。黄帝内经又说，治痿读取阳明，阳明就是指胃和大肠，胃属土，肺属金，大肠亦属金，金依赖土而生，土亏金就失去所养，而不能生肾水，水干涸，火就旺盛，肺也就被火伤得厉害。况且胃主四肢，肺主皮毛，病人四肢无力是明显的胃土亏损，病人出汗如雨是典型的肺金受伤，所以按《黄帝内经》治痿读取阳明的方法，经验老道的汪医生即投之以药，病人自然是好了。这是真难找。这是大道挺好找的。我是后天大道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现在来了。来了，就是春第三天吧，就开始。孩子还是来这个吃，要是大便好点没有？大便好。这个肚子腰疼呢？腰疼也好一些。最近睡眠好点没有？睡眠也好一些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是这个睡醒了还是有汗，每天早上睡醒有汗。睡醒有汗？啊，就是第一有汗。有两天，有第一天多，吃完药以后第一天汗特别多，第二天就少了，现在。还可以哈，过去了是吧？月经过去了。第五天差不多。这个都好一些，都晕也好一些。挺好的，体力也好。这两天每天都去爬爬山啊，动不动。这刚出生下来。早上起来爬山了，那好。我看舌头。但是我这两次爬山爬了一半都就是恶心，就感觉恶心完了以后，
有点不行那种，但是歇那个三个两钟还就过来了。过去也不爬山了，刚爬上去，刚爬上去爬山顶了，他们累了。循序渐进啊。腰疼了好一些，这次你好像也没拉稀，没有，睡觉也好一些。其实稀也很难说是什么病，稀挺多事儿，精神期紧张症，来月经的生毛病，或者说是有些轻微的神经衰弱。所以来月经就腹泻，这个腰疼、失眠就先成果了。平时呢还有些头晕，但中医看就用点疏肝健脾的就好了。当然也加一点，那个补肾药，疏肝健脾为补，加点补肾药。这不才7礼拜吗？正好6礼拜月经该来了，这次月经来就不拉稀，这次月经来腰就不那么疼了，啊，还有一些明显减轻了，这个头晕呢也不明显，起码是。一个是从脉上头哈，脉上呢是当时就是玄气的脉，玄气脉呢按中医看呢是属于肝。病在肝，气呢又是气血不足，是既有肝气抑制不通，又有气血不足。气血不足当然有肝血的不足，气血的化生之源呢又在脾胃，所以肝有抑制，有疏肝，脾胃不足是调理脾胃，主要是用这个方法，疏肝理脾。其实。中医的临方用的是逍遥散这个方法，逍遥散，他不是，其实情绪也不好，他没做自己说，用的疏疏肝、补补脾，再有呢，稍微的又加点补肾药，反正肝血不足，跟补肾这俩又是相关的。这五行呢，肝属木，肾属水，那个。就是木水同源，那么在古来它不叫木水同源呢，叫肝肾同源。同时还有个说法叫乙癸同源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乙就属于肝木，属于肝；癸壬癸癸就是癸水，水就属肾嘛。这个乙癸同源，同源什么呢？就是同源是阴，同源于血，肝藏血，肾藏精。它叫肾水，因此在补肝血的同时补搁点补肾的药，也是很合情理，很合中医理论的。吃了一礼拜才逐渐的好转，也就对了。就这个道理，就这么治。吴云香，自从春季患了感冒以来，没想到一直拖过了夏季，到了秋季，病人痰多，体型消瘦，转眼间又到冬季，各种病症蜂拥而起。他耳鸣、腰疼、怕冷，一躺下却发热，一做梦必定是冰融相见，干戈不息。此外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许多医生都认为老先生虚，而主张补，治了很长时间却毫无效果。于是吴老先生卧床不起已有半年了，他的几个儿子无计可施，便向千里之外的王梦英医生送去急函，并由吴大公子亲驾马车请王医生前来医治老父亲。
王医生来后探视病人，见病人垂着头，呼吸急促，说话困难，面黑，舌暗无苔，不咳。王医生诊断认为，病虽然起于感冒，并且快有一年了，在询问病人平时的爱好后，却发现了另有原因。吴老先生生性好酒，逢酒必醉，30多年来一贯如此，可见并不仅仅是外来的病邪没有清洁，主要还是由于嗜酒，体内积热时间太长，加上又服用了许多温补之类的药物，两热相互煽动，导致血液受损，引起一系列病症。王医生说，承蒙千里相招，我一定按《黄帝内经》的原则设法处方。说完，大笔一挥，开出6大类药：一、石膏、知母、花粉、黄芩等，清肺涤痰，即清津之火驱痰；二、青蒿、鳖甲、栀子、金陵等，柔肝泻热，即柔木泻火；三、原参、女贞、天冬、黄柏等，壮水治火，即壮肾治火；四、竹茹、玄附、爬叶、橘红等，宣更降气，即醒脾降气；五、以龙喙丸直泻胆经之酒毒；六、以紫血丹驱逐留在脉络及体内残留的病邪。吴老先生医方只吃了10剂药便痊愈了。《黄帝内经》根据脏腑的五行生克成乳关系，对太过者泻之，不及者补之，确立了补土生金、滋水含木、壮水治火、扶土益木、补火生土、右金平木、金水相生、泻南补北等行之有效的具体疗法。在临床实践中，医家运用起来得心应手，极易操作。这是在千千万万次临床中总结出来的疗法，它炉火纯青，是我们民族家传的珍贵无比的法宝。在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中，内含着多么深邃的生命真谛，它如此成熟，如此完善，以致我们无法测量它到底凝聚了我们祖先多少深思熟虑。